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婆婆，我要去找我家狗仔，狗仔。婆婆，你别激动啊，婆婆。放开我，我要去找狗仔。婆婆，狗仔。小梅，婆婆，我要去找我家狗仔。小梅啊，你很想念狗仔，乖，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需要时间做自己的事。你是他最亲近的人呐，乖。婆婆把那个男孩错认成他的孙子了。他把那骗子当他孙子？安静，骗子，安静。情绪这样波动下去，血压太高，要尽快让他平复下来。要不，我去把那个孙子再找回来。我试试吧。三厂哥，哎呦，你就开开门呗，你还怕我呀？你一大男人。三厂哥，你们俩啊，就跟这儿守着。你怎么来这儿啊？哎，你怎么有我们家地址啊？你爷入院登记的呀，打你电话又不接。我爷怎么了？爷爷没事儿，我来找你是因为你奶奶。我奶奶？我就是贵婆婆，你还记得吧？就是在养老院把你当成他孙子叫你狗仔的那个，他现在一直哭着吵着要见你。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就跟他说我死了，晚上托梦给他。我倒是想这么说，但我没法这么说。他孙子真死了，而且是他自己不小心摔死的。那这跟我也没关系啊！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不是没良心，是没时间。你看，第一啊，我这脚崴了，行动不方便；第二呢，我们公司对这业绩的要求非常的高。我陪你装一宿孙子，明天我还上不上班，挣不挣钱了？说到底还是卖保健品的，只看钱。废话，那没钱，你们养老院让我爷爷免费住？行，妈呀，就这么多了，能不能装孙子？走，这瘸子跑那么快。
贵婆婆的孙子五岁的时候出了意外，因为这件事儿，她儿子儿媳妇跟她的关系非常糟糕，现在又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把你错认成她的孙子狗仔了。我看着像五岁吗？可能在贵婆婆的脑子里，这个孩子可能一直在长大吧。慧姐，你别跟她废话了，他这人就人钱，有钱就是孙子。小妹，怎么说话了？闭嘴！给你倒杯牛奶行吗？想不想喝？婆婆。哎呀，狗仔！哎，小梅，哎，安静下来，不能激动啊！安静，安静。收钱了啊？不能激动。一激动啊，血压又上去了。你要不听话，我可让狗仔走了啊！好，我听话，听话啊，听话。来，狗仔，哎，快过来，快到奶奶这来，狗仔。奶奶，哎，狗仔，哎，狗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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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怎么不认识奶奶了？我也没想到，我还能在活着的时候。那奶奶喊你，你怎么就跑了？我爸哭出来。狗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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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都不哭了？狗仔，你知道吗？奶奶想你。我都快想疯了。我也想你啊，我想你。哎，狗仔，你等着，奶奶给你看样东西。看，你看，狗仔，看，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。奶奶想你的时候啊，拿出来看看。这是我。是啊，是你啊。你想象力可真好啊！快收好了，收好了。狗仔，你妈她还生我气吗？不气了，早就不气了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她还让我给您带好呢。是吗？啊。哟，好好。哎，那你也替我带她好啊。好。哎呀，狗仔啊，你要回去啊。跟你爸爸妈妈说，让他们别担心我啊！哎，他们这儿的人呢，对我都特别好。你老实待着啊！他们真的特别好。哎，小妹啊，小妹，来来来来，快来！来来来，你快来啊！来来来，来呀！快来快快来，小妹，快来过来啊，过来！狗仔啊，奶奶呀，